大不好，你快报警！小朋友，你胆子真大，敢跟我斗，乖乖的把兔子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我才不会把兔子给你，先把人放了。要给马老师来摆平吧，你混蛋！呀！哎呀！好厉害！今天我受伤了，别逼我出手，听见没有？小心我逮你！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过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不是，有话好好说。
小胡子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，别欺负孩子们！怎么？ 不堪一击。